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用布条线来织一条瑜伽拉绳，这个是分段式的，套手或者套脚都非常轻松，一共有八段，宽度是4厘米，一段的长度有11厘米。平时练瑜伽拉伸和锻炼身体用得到，用的是这样的布条线。一团就几块钱，两团就足够了。6号半针5毫米，这种线本身就有弹力。如果没有这种线，大家可以用毛线和鼓，只是弹力没有这么好。也可以把不要的旧 T 恤剪成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形状，然后拿来织。看起来比较厚，用的时候不影响舒适度，弹力也是比较大的。首先起5针，7号后。裙部至下针，反面也是至下针。比平时稍微织紧一点，织松了来回的拉伸。怕变形，这样一个凸起的是2行，一共织26行。现在我是织了4行，我现在织了26行，2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2、24、26。织好26行以后，用一个记号扣卡在这里。这是第一段，一共织这样的8段。后面的再继续往下织，织26行，再卡一个记号扣。第八段一共是织26的2倍，也就是52行。织好以后，我们把它翻过来，对折。这是卡记号扣的这一行最边上的一针，调针的时候是调一针。然后这条线不调，空掉这条线，这是第二针，这里空掉，第三针、第四针、第五针，就这样合并。合并完成后，把记号扣卡在这条线上，再继续织26行，全部织下针。从记号扣的上面有13个凸起的线头，又织好了26行。接着还是和第二个记号扣的位置合并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剩下的这些合并完。最后这条边，连接的是起针的这一条线，
针上有两针时，套收一针。完成后，断线，藏线头。把这两个线头藏在里面，一条一条的藏。这个拉绳就完成了。喜欢的就拿起线，快去编织吧。